大声的话。现在拍纪录片吗？纪录片。好，吉老师，请继续。今天不够重视，我要做一间。对，寄给石头。就突然讲不出话来了。好可怜哦，第一间这样子。好可怜。我们是不是再把墙涂的脏一点，然后什么？墙涂的脏一点，你是要干嘛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讲到睡着。我在面对镜头突然讲不出话来。不会不会，好啦，低一点压力这样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还是要维持着之前的作品。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跟玉龙旗不一样。玉龙旗是打两只，没有，我要强调的重点是他们是打两只然后才换下一个，也就是说他们还有下一个机会，就是我输这一只我还有机会。不过很明显就是时间其实是不够用的，但他们很快就决胜负了。然后我们的话就是可能三分钟可能只打到一次或什么之类，很少很少啦，就是因为打不过大只或什么的，所以很少是两只下来的。不过因为过关赛就是只有比一只嘛 ，OK， 所以那个其实那个 tempo 的话，尤其是假设你很容易就赢的那种人，你会发现你不断的在换你的对手，然后对手第一次时间是摸不清楚他怎样，所以你根本就是不管他进21，你就打的不是吗？对对对，所以你更不可以暴露你的缺点，你反而是要打你更有把握的东西。就是我跳这只面出去，是你没办法反击我的，你想反击你也来不及的那一种，你认为是吗？就是哎，我做好所有准备跳出去的那个面，是你完全都没办法去处理的。哦，这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是打，就是爽，就是赌，就这样。你越是打这种剑啊，就是对过关赛率有点，然后尽可能不要让对方追到，然后你们就是你知道吗？很容易就停在那种很危险距离，很危险的距离对过关赛而言是最严重的事情，就是你在那个距离里面一直被扒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赶快出剑就完全的不对，你一定要停到拉开很远的距离才停下来，对，不然的话在这个距离里面你的肩膀一定抬起来了，剑一定往前打了。不论打左边，不论打右边，打过对什么的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影子这个就有进步了。对，你不是看到才打哦，你是发现你是在这个距离，你就要打了，不是在那边顶啊，好像不能打哦，然后就有别人扒过来了，那就死掉了。对，很多剑是你打出去才发现这打到了，而不是因为你看到了才打。看这样子，所以说要加强的就是一靠近。就是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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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然后离开，一靠近就砰砰砰啊，不然就是你要很靠近。还有啊，尽量不要打退级斗啊，退级什么的，因为你们还都一直忘记，就是你要转身、转身再转身。对，尤其是过关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危险的，被碰到、被猫到什么的。你们其实靶级有很多剑有打到啦，只是你们没有把它处理好而已。处理好就是够大、够漂亮。就是侧边，让他不会去那边要局部局，要局部局。为什么如果是正面打到我的话，不是更好吗？正面打到，侧边我觉得比较容易滑。那我就说过了啊，你正面拔，别人不会正面挡吗？没有，他没有挡啊。那很好啊。他剑是斜的，他打到头上就是不长。侧面的面积比较大吗？就打得不够漂亮嘞。我就说，连安田都要很小心翼翼的去处理你那只口袋，才被踩口袋，你就知道说他们多难举手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千金之中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就要做得更好，然后就很容易被踩。对，与其打很多，不如就是打很轻这样。可是并不是叫你不要踩，不要动，尤其是当别人打过来之后，你招架完，注意。通常新生就是打完之后手拉起来，整个都是口袋落空的，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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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在你的前面一次动作完成，不要停，对，你也不要去怀疑了，这可以打吗？我要打吗？不对，是他过来你就要打，他过来就要打，他过来就要打，他过来就要打，因为那个时候距离是非常危险，对，不要去怀疑了，不要去怀疑。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，今天有做到的人，他都打上去，真的。然后，力量还是要这样打靶级啊，有没有？
你们就是还是要这样子做啊。我在常用，没有那常用啊，特别照一下他，拉近距离照他的脸。昨天你好辛苦哦，笑得好尴尬。不要这样，拍一下可怜的昨天。他今天脸要眼睛要马赛克，对啊，打一条，你这样子不能放在色板的头版啊，对啊，我被扒鸡了，你要哭啊，而且还是两只，而且好大声哦，对，而且我好痛，打什么打的会痛吗？打什么对吧？打过来了。他就跳起来，没有跳啊，应该很痛吧？他跳呀，他是哪里？他第一个是打到这边，然后我就已经听到了。哎，然后第二个就打到了，这边没踩，他没踩，第二个层次都踩。还要继续拍吗？我已经不想听了。